Hello，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睇股市点追击0625期。六月最后一周，港股点睇呢？我系朱国老师 ，Lai Sir。好啦，咁我哋今期嘅话依然仲系分为三个部分啊。咁第一个部分咧系周五嘅一个收盘点评，咁第二个部分咧系恒指方面嘅分析。恒指嘅六月咧就剩翻最后一周啊，咁即将落来趋势会唔会有所改变呢？咁今期嘅 Lai Sir 会为各位同学去分析一下，好吧？咁第三个部分依然仲系个股分析啊。有同学咧问到 Lai Sir 啊 ，WhatsApp 问咗我啊，福雷特玻璃、未来、小鹏汽车同埋阿里巴巴啊，咁呢几只个股点解有同学有疑问呢？同样今期嘅 Lai Sir 会为各位同学去详细解答一下 ，OK？好啦，咁喺进入课堂之前咧，再提醒各位同学啊，咁无论你而家坐电脑隔篱，就攞住手机啊，尤其是第一次收睇我最新教学嘅各位同学，你记得喺 YouTube 呢个 channel 咧，揿翻订阅啊，订阅咗之后咧，再揿翻呢个黑色嘅钟仔，先至能够时刻收睇到我最新嘅教学。咁同时咧，如果你对于Lai Sir 嘅一个软件工具啊，尤其是系手机版嘅软件指标嘅各位同学，你可以喺电脑版嘅首页啊 YouTube 频道呢度啊揾到 Friends 呢个专页，然后点击就可以联络到 Lai Sir 本人啦，好吧？好啦，咁进我哋正题啊，咁喺星期五啊，即系寻日6月24号啦，咁朝早8:09啊 ，Lai Sir 仲系将港股行情提示啊准时公布俾已经装咗手机版嘅各位同学啊，咁通过我提示大家睇到啊。咁恆指咧，目前咧按照之前Lai Sir 同各位同學講到啊，咁如果跌穿咗呢個21734呢個位置咧，咁就唔會話震盪趨勢向上，可能會即係話弱少少上下橫擺，不過呢個幅度咧仲係有少少偏上啊。因為通過我哋呢個特色指標紅色飄，大家睇到未啊？因為嚟講紅色飄底咧，咁見到咧佢呢個下沿邊一直都係一條直線啊，而且每次指數方面打到呢個位置啊。咁就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支持力就反彈啊！尤其是同各位同學講到啊，咁紅綠飄帶呢個特色指標咧，佢除咗我哋知道綠色飄帶代表太淡，係咪先啊？趨勢向下，紅色飄帶代表睇好啊，然後咧係向上。咁除綠轉紅咧，佢係買入，紅轉攞相反就沽出啊。當然同時咧，佢仲有一個特色嘅一個功能，就係每當我哋嘅指數方面咧喺呢度咧。綠色飄帶收陰足就回落啊，同時咧，如果係紅色飄帶咧收陽足咧，佢就反彈啊。大家有冇見到每次咧喺呢個紅色飄帶打到呢個位置收陽足嘅情況之下，每次都係如期反彈嘅。OK， 好吧。所以目前嚟講，點解我係星期五嘅提示又同大家講到啊，觀察到恆指又係紅色飄帶收陽足啊，按照指標嘅一個特色功能啦，市場又買入信號噶。OK。仲有咧，除非上升突破強弱攻防位啊，否則本月咧就上落市偏上啊。咁當然咧係 YouTube 頻道嘅時候啊，有同學都有問到Lai Sir 啊，問到六月咧究竟仲係咪即係一直睇好睇到六月啊？咁按照政策性咧佢就係到六月底啊，而且特色指標目前大家睇到啊，咁其實整個月嚟講啊，紅色飄帶都係睇好嘛，都係好有佔優為主啊。所以呢個觀點係冇變化嘅。咁當然，如果要偏強少少啦，好似之前同大家講到啊，6月8号咧，既然突破咗6月7号嘅最高位喺呢個位置咧，咁代表整個月咧應該係震盪趨勢向上。不過前提咧，仲有一個前提條件咧，咁如果佢後市咧跌穿咗呢個當日6月8号嘅最低位21734咧，咁佢又就係即係話佢仲會偏弱少少啊，就冇話好強啊，一直直上啊。OK， 呢個就同大家講嘅啊，利用統計學，包括結合特色指標以及國際形勢相關政策，同大家分析嘅一個指數方面嘅一個提示。咁當然啱先同大家講咗啊，紅綠飄帶嘅上下沿邊佢都係一個阻力同埋支持啊。所以講呢排咧，點解Lai Sir同大家講啊，沿住飄帶去操作，基本上係冇咩問題。所以工具咧就非常之重要啊，大家要記住啊，知識。結合工具，再結合你心態，就基本上能夠將我哋嘅指數咧同埋個股咧做好。OK， 咁個股方面嘅話啱先同大家講咗啊，因為政策性嘅因素所以講
內地咧就推出咗新能源汽車下乡啊，等陣都同大家講，包括內房股啊，啊點解會呢兩個板塊為主呢？因為嚟講啊，之前咧上海咧經濟咧，內地嘅經濟咧就下行啊，咁如果啊要即係話能夠即時咧能夠提振我哋經濟咧，一定要高端製造業啊，高端製造業代表咧就新能源汽車同埋房地產啊。房地產因為目前嚟講，佢係屬於一種比較容易造成經濟泡沫嘅一個板塊啦。咁新能源汽車又係未來嘅方向，所以新能源汽車係主力啊。而且政策咧，因為之前係兩個月嘅封城啊，上海啊，所以講呢兩個月點樣彌補咧，肯定至少啊一個月嘅時間。而且呢個政策咧都係遲咗一個月，所以點解呢本個月咧，我經常同大家講啊，買汽車就冇錯，不過佢零部件都係咁樣嘅。零部件有咩咧？芯片啊！太陽能玻璃啊，玻璃做玻璃嗰啲啊，包括嗰啲零配件相關嘅，大家如果知道，你都可以關注一下。OK， 呢個就係啊星期五嘅一個早盤提示同大家講嘅。咁我哋再睇翻啊星期五嘅開市情況。星期五咧開盤咧係21,450啊，相對上個交易係少少高開嘅。整體波幅大家睇到啊，高開高走啊，因為嚟講，最終收市咧係21,719，咁相對上個交易係21,273啦，升幅咧係445啊，中大陽燭啊 ，OK， 而且佢一度嘅最高價大家睇到未啊？係21,762啊，咁其實咧一度突破咗之前同大家講嘅21,734呢個啊之前嘅有個強弱攻防位啊，依家一回落咧。咁好多同學就會話啊，係咪又遇到高位有回落啊？打唔上啊，仲係會星期一下個禮拜繼續上咧？咁依家咧就進行我哋下一個環節恆指分析，好吧？咁啱啱又過去一週啊，咁重重複複同大家講投資理念啦，先指數後個股啊。咁當然第一次睇禮瑞教學同學咧，就係要重複同大家講啊，點解講先指數後個股呢？第一條指數與指數之間相互對比咧，因為嚟講呢個係源於道氏理論啊，第四條啊，指數指數之間相互影響嘅啊。咁當然咧，同我哋依家全球化咁，其實都係一個概念嘅啊。因為嚟講每一個市場板塊或者每一個行業，冇可能獨善其身嘛，係咪先？港股仲有一個特色咧，指數升啊，絕大多數80%嘅股票咧，佢都係升哦。OK。咁當然佢同美股同埋 A 股嘅市場又唔同，尤其是 A 股嘅啊，大家有關注嘅話都係睇行業板塊嘅，係咪先？所以講啊，指數如果我哋能夠判斷佢嘅方向咧，咁板即係行業板塊，包括我哋個股就好做啲啊。OK， 咁指數與指數之間相互對比係對比邊幾個咧？美股啊，同埋 A 股。不過咧，美股 A 股咧，除咗呢個指數方面咧，佢有受市場嘅影響啊，所以講我哋要分析國際形勢，包括相關嘅啊國家嘅政策，好吧？所以講啊政策點分析咧？咁無非仲係從疫情同埋我哋今次戰爭，即係之前股票大跌嗰一段時間去同大家講啊。咁其實第一個咧就係疫情啊，上海前咧係之前兩個月已經封城咗，所以經濟下行啊。然後咧，因為嚟講內地嘅上證指數影響我哋恆指嘅趨勢啊，戰爭咧就導致能源糧食價錢啊。咁當然第三條最重要咧，今次咧就補充咗兩點啊。邊兩點咧？啊，啱先講咗上海疫情咧，因為嚟講上海係我哋內地嘅經濟嘅龍頭，而且咧佢係影響我哋全球嘅供應鏈啊。佢唔係只單止影響我哋全國經濟，係全球啊。因為之前同大家講咗啊，因為今次疫情，乃首先比較能夠知道啊，全球無論係邊啲資源啊，或者每個地區佢係負責邊個板塊或者供應鏈，乃瑞先比較清楚啊。好似上海疫情咧，影響咗全球供應鏈，所以嚟講啊，佢係非常之大嘅，造成咗我哋整體中國嘅經濟下行。中國經濟下行點算咧？咁肯定中央國家啦，肯定要彌補呢兩個月損失啊。所以嚟講就推出新能源汽車下乡啊。咁當然除咗汽車方面咧，仲啱先同大家講房地產啊、手機嗰啲都有嘅。不過咧，因為嚟講，我哋國家或者全球國家，因為嚟講需要達到碳達峰之前，同大家講碳中和、碳達峰。2030基本上咧，全球咧就碳排放就達到最高值啊。然後咧到2060啊，中國咧係2060年啊，歐美咧係2050就完成碳中和，即係能夠講，即係我哋排出嘅碳。即係二氧化碳能夠被自然完全接收啊，就咁解啊。所以講新能源係未來嘅一個發展方向，所以講
退貨為主要啊，所以政策咧冇可能短暫嘅，尤其是啊經濟今次要彌補兩個月嘅個損失，肯定至少一個月推動啊，所以六月咧就內地嘅經濟肯定好好嘅啊。咁當然啦，即將落嚟大家要關注嘅邊幾條啊？就七月咧，美元又要將加息，咁我哋知道之前嘅話，美元咧就已經加息咗75个基点啊，然後咧係公布之前嘅話就大跌美股 ，OK。咁當然，今次如果七月份啊，具體時間禮瑞就唔係幾清楚啊。一嚟講，依家目前咧有釋放咁樣嘅消息，具體咧仲係要睇新聞或者啊國際嗰啲新聞係點講呢個時間啊。不過今次咧公佈咧應該冇第一次影響咁大啦，因為而家釋放咗，起碼我哋有個心理準備，好多情況股市咧係反映我哋投資者嘅一個情緒嘅反應啊。所以講目前第二次咧有影響。啊、美股都是繼續跌，不過咧會好像之前咁樣釋放的消息，咁遠，即係咁突然或者個變化咁大咧，就冇影響咁大啦啊。咁當日仲有關注嘅就七月份嘅啊，即係大概咧美國咧之前都同大家講過，美國咧對於我哋中國嚟講準備取消貿易關税啊。呢、這個點解咧？因為而家戰爭啦同埋糧食嘅飆升咧，就造成咗啊，無論係歐洲或者美國咧。通貨膨脹是非常之犀利嘅啊！通貨膨脹 ，OK， 所以呢種情況咧就點講咧？啊，咁其實依家咧美國係求助中國咧，即係話能夠對於呢方面咧能夠退一步啊。咁中國嚟講咧就唔係幾騷啊美國啊。咁當然咧，點解要取消咧？因為嚟講呢個，因為特朗普時即係上一屆美國總統特朗普嘅時候咧，對華嘅一個經濟貿易戰咧就會持續到7月15日啊，即係到期啦。咁呢種情況，咁其實今屆政府拜登咧就想同，即係話喺呢方面咧，又想同中國再傾。啱先講咗中國唔係幾蘇啊美國，因為嚟講成日搞搞震咯啊，又想攞好處，又想打壓中國咁樣啦。所以目前嚟講，咁如果七月份啦呢個關稅問題如果能夠傾得好咧，咁其實經濟仲會繼續向上，因為嚟講有交易有貿易咧，經濟就唔會太差。所以講呢個時間具體時間都係唔係幾清楚啊？有可能七月上半旬，又可能7月15日以後咧。具體咧都係根據啊禮瑞要跟進最新嘅新聞去同大家分析。不過呢兩點咧，大家七月份嘅時候關注。咁其實依家係同大家去即係話預告一下七月份嘅走勢啦啊。咁當然啊，目前嚟講，咁我哋仲知道整體嚟講啦，仲係一個上下橫擺嘅角度咧。不過我哋都係睇到目前咧。指數方面，無論係道瓊斯指數或者上證指數，都係表現比較好啲啊。咁上證指數上個禮拜道瓊斯指數升咗800几点啊。因為講我知道道瓊斯指數美股咧，經常都係影響我哋恆指嘅強弱啊。即係比如話佢今晚啊，道指美股大升，聽日咧咁恆指好大機會就高開啊。咁當然咧，因為嚟講目前嚟講咧。上證指數影響恆指趨勢，以前咧基本上美股點樣，基本上全面影響港股嘅，尤其是最近幾年咧，由中概股越嚟越多喺港股上市，而且咧中國嘅經濟咧越嚟越多影響我哋嘅一個港股，而且目前嚟講，之前同大家講到，依家有180家企業咧準備喺香港上市，呢個係其中一點啊，即係會帶動即係下半年啊，下半年呢度同大家都預告一下，下半年咧仲有一波啊。港股的經濟是非常之好的啊，咁當然目前的推測是咁樣啊，不過仲要睇翻有幾個條件，一個係戰爭方面、疫情方面呢兩個條件睇下點啊。不過禮瑞嘅觀點咧，港股下半年咧係一波非常之好嘅一個走勢啊，所以大家要非常之即係話對我哋港股經濟有信心。OK， 好啦，咁我再睇翻港道瓊斯指數啊，道瓊斯指數啊，咁啱先講咗啊。咁上個禮拜咧，即係應該尋日啊，星期五咧就升咗800几点啊。咁我睇到啊，特色指標嚟講，大家有冇發現咧？呢個買賣指標每次顯示出嚟咧，特別係美股方面啦，啊，無論港股、美股、A 股啊，都係比較準啊，個準確率比較高。大家有冇發現咧？之前呢個位置已經提示買入，佢真係飆升喺呢度沽出。我喺呢度係咪提示大家要減倉啊？依家喺呢度買入啊，雖然話之前提示話上升嘅幅度唔係好多，不過咧都係同大家講有反彈嘅跡象，係咪先？依家就反彈突破咗綠色飄帶，嗰面係比較強勢嘅。不過咧啱上一期都同大家講到啊，即係美股嘅強弱呢排咧，同我哋港股咁其實嘅一個走勢咧並唔係同步啊。所以無論點啊，咁其實道瓊斯指數而家係利好嘅消息。OK。咁我再睇翻上證指數啊，上證指數啊，
啱啱睇到有冇發現咧？紅票帶一直係升，啱唔啱？所以 A 股咧經濟係非常之好嘅。咁當然啊，呢個係源於我哋政策性嘅一個推動啦。OK， 所以講從外部嘅一個環境市場整體咧都唔會話太差啊，整體仲係偏好嘅，好吧？咁當然啦，咁我哋港股本身點樣？咁經常同大家講啊，量價時空啊，最主要咧仲係時間空間啲後面兩個啊。有很多時候同各位同學比較多研究係量、成交量同埋價錢啊。咁當然如果要深入或者比較高技術啊分析嘅含量啊，咁時間空間大家真係要需要學習。一時間到咗，空間到咗，就好似我經常同大家講嘅天時地利人和啊。OK， 而資金趨勢強弱都到咗，呢只股票唔升都唔奇。一樣時間到咗，空間到咗，升或者跌得更犀利。OK。好啦，咁時間咧係一切根本啊！呢個就涉及到我哋嘅投資理念二啊，從戰略到戰術啊，戰略到戰術咁其實係關注時間方面。時間咧就係我哋日線、月線、年線啊呢啲時間啊。咁當然好多時候我哋睇股票啊，或者睇牛熊渦輪或者咩，大多數咧都係睇即時啊或者日線方面嘅。好多時候就忽略周線啊，月線同埋年線更加好多人更加冇關注。咁周線咧係基本研究股市基本單位啊，到咗周線基本上規律好容易好明顯。就好似我同大家分析周線嘅時間方面係咪先？就基本上呢個時間到咗，唔係底部就係一個頂部。OK， 所以講呢個理念大家要記住啊。咁時間方面啱先同大家講咗啊，用斐波那契數嚟咧同大家研究時間。日線圖方面咧，我仲會用等距周期線啊，呢幾排都係咁樣同大家分析嘅啊，方法依然係冇變。大家有冇發現咧？啊，今次咧係以2022年2月27日為時間嘅一個起始點啊。每次黃色棍對應睇，大家睇到唔係飛高就即大啊。政策咧就已經同大家講咗，六月整體都係好啊，會到持續到六月底。咁時間大家睇到啊，從呢一週開始，咁其實到下一次咧應該係21日，係咪有8周啊？依家2、4、6。已經經歷了6周，從技術分析仲有2周時間。無論點啊，都係同大家講6月底、7月初啊。咁當然保守啲咧，就睇6月底啦，時間上升嘅階段，冇錯啊。咁當然有同學就問到啊，時間點解選呢一周咧？之前唔得咩？因為嚟講斐波那契數咧，佢越推後咧，佢嘅一個偏差就越大。咁其實都可以嘅啊。不過咧，如果選擇最近呢個時間嘅高低位，佢嘅一個準確度會比較高啲。OK。空間咧，我就用金剛鈴矩形線啊，然後咧再結合我哋紅綠飄帶同大家睇到啊。咁依家睇到，目前嚟睇係咪先已經突破咗呢個綠色飄帶？每次咧，無論指數或者個股啊，如果用特色指標呢個紅綠飄帶，如果一旦突破咗呢個飄帶綠色嘅，基本上就係比較強勢，而且佢要馬上回落就好難啊。除非好似呢啲咧，啱大家冇睇到收啊陰燭。冇打到上，即係冇上落，冇上去啊，冇突破啊，就即將回落啊。目前咧，大家要關注啊。咁我哋嘅一個上方嘅攻防話22000啊。咁目前指數方面，周線級別咧就大概係啲21100到22000呢個附近咧，就上下橫擺啊。咁當然啦，依家目前從周線級別大家睇到啊，呢個資金背離呢個圖，大家睇到啊，資金流入。咁其實我喺呢度位置嘅時候就已經同我大家講啊，點解係向上升啊？嘅資金流入，所以嚟講啊，呢啲特色指標咧工具咧係咪好重要咧 ？OK， 好啦，我哋知道整體趨勢周線係向上啊，咁我再睇翻日線圖，我哋點分析啊？日線圖啱先同大家講咗啊，日線咧，除咗斐波那契數咧，我仲要等佢周期線，等佢周期線咧就比斐波那契數咧佢嘅精確度更加高啊，準確率。而且咧，佢係比較難補足，因為比較難補足，物以稀為貴啊嘛。呢個時間點只要你把握咗就比較容易啊。今次咧呢排時間就以7個交易為主啊，呢個係自己揾到嘅。好似舊年6月幾嘅時候，咪同大家講過啊，有啲係18個交易日，有啲係8個交易日，有啲28啊，有可能呢一排過咗咧，就唔係7個交易啊。呢個要跟即係跟住呢個走勢咧去判斷分析啊。咁依家禮瑞又幫大家揾到，依家7個交易日仲係相對比較準確。啊！大家有冇發現咧？目前嚟講，下一個時間周期咧，依家經歷咗1、2、3、4，咁下一次咧到一個轉勢位係咪？即係要下個禮拜星期三啊，啱唔啱？下周三 ，OK。應該從等佢周期線同大家分析。咁斐波那契數咧啊，可唔可以啊？都一樣嘅。斐波那契數咧係嘛？揾以5月10日啊作為起始點最近嘅，咁推到下週啊，呢個數字係點嚟嘅？5+8=13，8+13=21，咁下次咪34咯，咁中間肯定二，
咁中間肯定13個交易日啦，係咪先？咁依家經歷咗幾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啊！咁仲有兩個交易日，即係下週二同埋三左右咧，啊就比較即係有個轉勢時間啊！咁當然以邊個為主咧？咁我哋去放大嚟睇啊！咁從菲波那契數再揀翻最近呢個高位作為時間咧，仲係下週二啊！所以講目前嚟講，咁無論點樣啦，咁兩個時間邊個為主咧？從呢個時間推斷，只能夠上下橫擺嘅趨勢比較，即係去推斷啦。即係即將落嚟咧，仲延續前兩個禮拜時間方面咧，好大可能性仲係上下橫擺為主。OK， 好啦，咁再睇翻我哋依家日線圖嘅空間圖點睇啦。咁最後一週六月咧，禮瑞觀點咧，仲係上下橫擺，不過會沿住呢個飄帶啊。咁樣上下橫擺偏上嘅觀點冇變，除非咧21734呢個位置咧，佢係下週一星期一又突破咗，有可能會變更加強，而且突破咗咧，飄帶肯定會變闊啊。咁當然會唔會跌穿？基本上目前咧，從政策同埋資金角度嚟睇，大家睇到政策咧有政策支持，資金大家睇到啊，紅色代表資金流入速度有加速，大家睇到未？啊！而且咧，外圍市場上證指數係咪先，同埋道瓊斯指數都係好嘅，所以呢個位置21734通過，目前嚟講，無論從外圍市場啊，包括指數之間咧，有好大機會仲會向上突破機會比較大啲咯。OK， 依家就算會回落都唔會話跌得太多。咁當然呢個係最後一週，六月一週咧，禮瑞同大家提示啊，七月份咧就到睇翻幾時啊？七月份嘅話就睇翻啊七月二號啊。因為講七月一號咧，我哋就係香港回歸25周年啊嘛，啊我哋嘅大節日啊，七月二號啊，依然在星期六同大家講下七月份嘅一個走勢推演啊，恆指推演同埋七月嘅前瞻，好吧？就相關嘅股票係點睇啊？如果 OK 嘅話，板塊同大家分析一下。所以講目前咧，六月份咧最後一週上下橫擺仲係冇變化㗎啊，然後咧。如果咧飄帶安裝個飄帶嘅圖啦，就按住飄帶呢個角度，因為大家睇到睇時間係咪從呢度六月啊開始啊？你睇，如果按照禮瑞同大家講政策同埋技術指標，咁都係差唔多到六月底呢度啦，有好大可能性收窄，然後咧又轉綠色啊。咁當然如果強勢啲，有變闊，又變成紅色飄帶啦，好吧？所以上下橫擺嘅一個主要嘅條件係冇變啊，會偏向上啊。咁當然突破咗21734咧，會更加強。好吧，這個就是恆指方面的分析，六月最後一週 OK。 好了，那再看回個股啊，個股方面呢福雷達玻璃啊、未來啊、小鵬汽車和阿里巴巴啊，那這些是電車咯啊，經常跟大家講啊，講明賴瑞的一個教學都是很多同學有經常認真聽的啊。福雷達玻璃作為汽車的一個零部件啊，都屬於一車窗玻璃嘛。阿里巴巴啊，那我們現在看回福雷達玻璃啊，咁我哋打開我哋嘅通達信件06865啊，6865咧呢只福雷特玻璃，福雷特玻璃咧咁其實佢係兩地上市嘅一個企業公司啊，咁問呢只呢個同學咧問禮瑞啊，就呢只股票咧會佢係好星期五買入啊，會唔會向上升啊？咁其實禮瑞就同呢位同學傾咗一啲私人嘅事，我話我自己禮瑞本人都有做 A 股呢只股票啊，一嚟講呢兩地上市嘅股票咧都係唔錯嘅，不過咧禮瑞本人咧就同呢個股票唔係幾有緣分啊，冇點賺錢，反而仲係蝕少少啊。咁當然目前嘅走勢咧，無論係 A 股定係港股呢個福雷特波咧，咁其實目前走勢並唔係話好好啊。而且大家見到啊，從資金角度都可以睇到嘅啊，資金大家睇到莊家咧就比較偏弱少少，雖然話莊家入場，而且大家睇到資金嘅流入咧就比較薄啊，呢個紅燈，而且趨勢咧趨勢大家睇到有三隻紅燈，呢個有兩隻，講明咧趨勢同埋資金係唔同步嘅，天時地利都唔係話同步啦咁樣咯，係咪先？飄帶大家睇到啊，綠色，而家目前呢種情況咧就係一個睇淡當中嘅短期反彈啊，咁如果喺呢度。綠色飄帶大家見到如果突破上去的話，如果是收陰足的話啊，即刻沽啦。如果是收陽足嘅，仲可以繼續揸住啊，繼續揸住收陽足的話 ，OK， 好吧。呢只福雷達波咧，啱先同大家講咗我同呢位同學分享就話，禮瑞操作呢只股票就唔係幾好啊，有時真係
有啲邪啦，好似股票都係講九月份咁樣，同大家開下玩笑咁樣啦。所以嚟講就同大家分析呢只股票目前嚟講走勢仲係上下橫排偏弱啲，6865，好吧？呢只係富雷特玻璃，未來啊09866，9866咧電車啊，新能源汽車啊，大家見到啊，莊家咧見到啊，有比較明顯嘅減少啊。有一日啊，咁當然如果持續2到3日嘅話，咁如果莊家退出嘅話，咁呢種情況咧就不破不立啊，好似呢度啊，大家有冇見到啊？頂到呢個位置，咁其實咧就會回落啊。不過目前嚟講咧，按照資金趨勢，大家有冇發現咧？呢個資金趨勢好似同步咗，啱唔啱？莊家持續增加，所以量價時空即係天時地利人和，資金趨勢。同埋強弱啊，同時，所以呢只股票之前呢啲位置咧，就去放心揸住。目前咧9866咧，有好大嘅機會性咧，依家喺呢個高位度咧會停止啊，然後咧，即將落嚟咧，等佢莊家回落嘅時候，佢可能仲會拉升。不過依家到6月底啊，大家嘅時間要記住啊，6月底方面咧，到7月咧，汽車方面就要暫告落一段時間，因為個消息政策已經消化咗1個月啊，大家要小心啲，好吧？好啦，再睇翻986809868小鵬汽車啊，小鵬汽車就比未來會相對好啲，大家有冇見到啊？點解？首先從莊家資金角度，大家睇到啊，莊家資金連續2到3日，好多時候我哋去研究股市咧，都話3日之內啊，或者連續3日咁樣啦，就會比較好啲啊。一睇到連續2到3日增加資金啦，有持續嘅流入，而且仲加速，趨勢咧紅燈都係變。薄啊，變粗啊，飄大大睇下變闊，而且呢度啊星期五裂口啊，咁呢種情況會造成點啊？回落都唔會話回落太多啊，都係高位橫盤，有可能仲會持續拉升啊。小鵬汽車會比未來會好啲，好吧？咁當然如果之前低位呢啲入貨嘅綠轉紅燈、綠轉紅飄大嘅話，入貨咧到依家都可以揸住嘅啊。六月份啊，記住6月份都冇咩問題啊。好啦，阿里巴巴啊。09988，大家睇到啊，莊家資金啊，咁其實咧都會好少少啊，同啱先嘅一個美小鵬汽車會好啲啊。不過莊家冇啱先小鵬汽車咁犀利咯。依家目前背離資金，大家睇到啊，資金背離啊，綠轉紅啊。不過佢同趨勢指標係唔同步嘅，趨勢咧行早一日啊。目前嚟講就睇到呢度啊。前高位11635啊，呢個位置大家小心。不過一般嚟講，裂口高開咧都唔會太弱咯，咁樣咯。好大機會性會突破，而且啱先同大家分析指數方面咧，有好大機會仲係向上，向上嘅話，咁阿里巴巴呢啲股票咧都會突破前高位嘅機會比較大啲。而且從莊家嘅個空間嚟睇，就上升嘅空間仲好多，好吧？呢、這個就阿里巴巴啊。咁個股咧就講呢度啊，下期預告啊。啱先有位同學啊，即係問到啊，可唔可以 send 條片俾？即係有芯片要話俾我知，咁當然我啱先覆翻呢位同學 WhatsApp，我就話Lisa 嘅教學咧有固定時間，每週咧就周三9點到10點開，呢個時間比較多同學就可能錯，即係比較忙啊，比較人去睇啊，周六周日就比較多同學去即係觀察 Lisa 嘅一個恆指分析啊，港股嘅一個即係話佢嘅分析啦，好吧？咁周六周日除非特殊情況啊，係周日啊。大多數咧都係周六啊，除非有時周日咧，例如要遠行啊，即係出差或者去同朋友去傾事或者咩，就可能會推到周日咯，咁樣咯。OK，好吧，咁今期咧就講到呢度，我哋下期再會啦，拜拜。